能这一块都要吗？能全给我吗？我可以要这一整块吗？不用是吧？今天最后一口，当当。刚还给你们撸了，等快一刀一刀。哇，姐妹们，青岛又有新的一家巴西烤肉自助开业了，一会儿就带你们去盘一盘。化完妆咱们就出发啊！之前评论区大家不是一直都在问吗？慧慧，你的嘴唇为什么一直吃东西都不掉色？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我的嘴嘛是纹的嘛，但是现在这不是冬天嘛，所以嘴巴就很容易干燥起皮，有的时候甚至开裂。今天给大家推荐，平时我都会用这个 Pink Bear 的小灯泡唇蜜保养嘴巴。真的特别好用，我从入秋用到现在。我先给大家盖一下咱们的唇色啊，让大家看一下正常嘴唇没有纹的时候的样子，大概是这样吧啊，给你们看啊，一下对比有没有？哇，看光泽感超美，有没有？我用的这个呢是 N02 号色，它是淡淡的奶茶色，显白又非常自然，真的很提气色。你化淡妆或者素颜，你涂它都不好看。秋冬的时候呢，你搭一个简单的针织就特温柔显气质。嗯，关键啊还有一点我给你们看，它是这种不沾杯的，而且啊它是这种敏感唇也可以用的，卸完之后小嘴真的软软嫩嫩的，还能淡化唇纹，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。这一支呢就是口红唇部精华加唇膜，出门真的很方便，我现在给它放在我的包里。好了，我要换个衣服出门去吃巴西烤肉了，真的等不及了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我们到了。刚才看了个特牛的东西，限时五小时。哎呀，我能在这吃五个小时啊。老规矩，咱先去取餐区溜一溜。哇，软烂。哇，饭了，吃饭了。你好，有牛需要吗？哇，要，我可以要这一整块吗？可以，谢谢你。哇，当当，哇，什么都不蘸都好吃。99以外第一块肉咱就吃了，剩下的都是白捡的。分成两块，它还是这么牛。嗯，根本不用担心这种太瘦，自然有咱肥瘦相间的夹着。哎呀。一块肥一块瘦，嗯，哇，这个红烧肉入口即化，太适合口饭了，这块必须得抱着啃，自制个肥瘦相间，嗯，这块是我的最最爱。羊排呢？好嘞，我能这一块都要吗？可以，那我都要吧，整块我录下来啊，确定是吧？啊，我不太好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说直下瘾。谢谢。毛哥毛弟的羊排给你撸了，一整块一刀给你撸。来，先把我这块造完，蘸黑椒酱。我做的倒流。我感觉一会儿他们要过来查我来了，别被我偷着给带走了，是吧？我就喜欢吃这种一咬满嘴流油的这种状态。哇，嗯，爽啊，姐妹们，来吧，嗯，嚯，嗯，羊排好软，啊。配糖醋好好吃啊，我今天探路成功，以后我会常来的。人家盛肉的托盘根本没盛得上肉，嘎嘎的就造了，放了根骨头在里面。我帮你还原一根人家羊排本身的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也没还原一个，原本人家的羊排，咱们家的羊排，给你吃吧。
怎么不来了呢？我快吃完了。哎，你别吃，你别。你让巴金哥去。我终于等到牛舌了，我能抢给我吗？可以。好嘞，谢谢。今天到我这桌很省事儿。入口即化，嗯，哇，哇，嗯，行，你拿点药在心上。这能弄给我吗？可以。好嘞，谢谢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才刚要去拿我的大厉害，我还没出这儿，我看见另一个羊腿又走了，我赶紧到这儿乖乖坐着。这可不能错过呀，姐妹们。把我手套给我，这是大腿，这不是小腿。我给你们看它的肉啊。哇哇。酱料是它降温的神器。哦，好菜啊！这种东西烫嘴才好吃。哦，这大羊腿也太实诚了。嗯，这么厚。好了。干净，当当，看我今天的大厉害，看，这是我喂了很久的红烧肉，快看这个地方，快看它中间，来，最后一勺今天的扣饭，哦，哇，刷刷刷，那种酥酥的、沙沙的那种脆的感觉，哇，红烧肉脆，不是炒饭。哇塞。来姐妹，今天最后一口。